大夫，大夫，洪刚，你不是被我打死了吗？啊，没有，我活着。你看呢，枫叶又红了，多美呀！你收到我的信了吗？啊，没有啊。天亮了，太阳出来了。要是我能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，那该多好啊！一定，一定会的。那就赶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吧，调转枪口。不，大夫，你投降吧。啊，人在阵地在，至死不投降。你，丹峰，丹峰，你放开。谁？丹峰，江河呀，你能告诉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课堂变战场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亲人变仇人？告诉我吧，告诉我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枫叶飘，枫也飘，风之摇，风之摇，风也不知飘何处，风只摇过这段腰，风也不知飘何处，风只摇过这段腰。上人，心上人，怎离分，怎离分，咫尺天涯难相诉，为何亲人不相亲，咫尺天涯难相诉，为何亲人不相亲。亲人不相亲，为何不相亲？江刚，丹峰。
又是清明节了，真快呀！你们长眠地下，竟有十多年了。爸爸，里边睡的是谁呀？都是些叔叔和阿姨。他们死了吗？嗯。爸爸，我要蝴蝶，给我捉蝴蝶。别闹，来来，蝴蝶在给叔叔阿姨跳舞呢。是吗？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死得太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互相残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被人家骗了。谁骗了？谁骗了？林彪四人帮。四人帮？兰兰，我的孩子，爸爸跟你说，你也不懂啊，多可惜呀！两个像冰体枫叶一样纯洁美好的青年，不，那是整整一代人呐。山花，山花，山花多么快乐！青春是火，青春是热，青春是爱，青春是歌。活着歌，热着歌，爱着歌，歌着歌，歌唱未来的理想，歌唱伟大的祖国，歌唱初恋。山花，山花，山花多么快乐！青春是火，青春是热，青春是爱，青春是歌。活着歌，热着歌，爱着歌，歌着歌，歌唱未来的理想，歌唱伟大的祖国，歌唱初恋的甜。戴风，快走吧。红刚，从七岁起咱俩就同班，都十二年了。是，哎，来，快点。快点。哎，从这儿上。丹峰，你看呐，多美呀！野花如云，芳草如茵，风铃轻轻耳语，小鸟阵阵欢鸣，岁月如大江东去，掏尽污浊，留下纱巾。云刚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我俩小时候的事儿。戴风，你还记得吗？这两棵并生的枫树还是咱俩一块栽的呢。记得。
永远都不会忘。戴峰，高中毕业了，我想。你想什么？我想，也许咱俩分开的。不是也许，是肯定的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第一志愿是报考北京师范大学，毕业后到边疆教书。哎，你看过《桃李满天下》电影吗？看过呀。我的第一志愿是报考航校，毕业以后到空军工作，将来呀当个飞行员。真的，大夫，将来呀我一定要当个飞行员，在祖国的蓝天上自由的飞翔。啊，多好啊！大夫，这些天我心里有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。别说了。丹峰，丹峰，你生气了。哼，谁知道你呀，总是这样。革命战争年代，那鲜艳的红旗上甚至没有我们的一滴鲜血。现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我决定放弃考大学当教师的愿望。决心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。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，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，视作无产阶级革命派，绝不当资产阶级暴皇派。天下者我们的天下，国家者我们的国家，社会者我们的社会。我们不说谁说？我们不干谁干？对呀。我在想我们俩的事儿。等到革命胜利后，我们会幸福的。现在是祖国的前途，人类的命运。毛主席说过，自信人生200年，会当汲水3000里。洪刚，丹峰，你丹峰
我们要念念不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恩情，永远不忘党的恩情。你还记得我们上小学的第一课吗？老师就教我们毛主席三个字。嗯，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啊。是啊，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呀。今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刀山敢上，火海敢闯，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。戴风，我洪刚，让我们接受暴风雨的考验吧。为什么要分裂？联合起来，像过去那样，多好啊！因为你们被走资派操纵，假夺权。假夺权？你，洪刚，在路线斗争上，没有调和的余地。哼！战友们，在上海音乐公墓的方向，我们夺权大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。正确的。你们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大家不要乱！陆大夫，你在干什么？李洪刚。你们被总裁利用了，我们来反夺权。什么？卢代峰，你要为你今天的行动负责任。是假夺权。什么？我们假夺权？你们假夺权？拿过来吧。你拿过来。战友们，不要信他们的，这是大骗局。革命的战友们，他们被总裁利用了，他们是假夺权。我们千万不要上他们当，我们要反夺权。上皇命官，上皇命官。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隧道这么长，这么黑。
害怕吗？怕就不是井冈山战士。哼。冷吗？有点。头头们在干什么？两百头头在最后一次谈判，要么联合，要么斗下去。这次在京汇报会上，敬爱的江青首长坚决支持我井冈山，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。哼，你们破坏五二五夺权大会，抢话筒，绑架我红旗战士，江青首长还对我们说呢，谁在抢你们红旗，就是英文公五位吗？你造谣？什么？我造谣？空口无凭，记录为证。嗯。怎么样？看清楚了吧？相信了吧？该不是造谣。洪刚，只要你们承认假夺权，揪出黑后台，咱们就联合。我劝你。什么？假夺权？你难道你看这记录也是假的吗？这出事了。嗯，造反有理，造反有理，造反有理。安静去。坐下。战友们，最后谈判破裂，准备决一死战。造反有理，造反有理，革命战友们，曹兴华狗急跳墙，竟然造谣说江青首长支持他们的夺权。他造谣，你听他的，胡说八道。战友们，井冈山在走资派的操纵下，收集了18个县的枪支弹药，准备把我8000红旗战士斩尽杀绝。我们要文攻武卫。黑匪在走资派操纵下，演得假夺权丑剧，目的在于先下手为强。消灭我50000井冈山英雄儿女。罗德峰，抢弹广播室。是。快到蓝山车站了，发出1号战斗命令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洪刚，抢弹广播室。啊，快！啊，来2个人。好，快！你们上那边，快点跟上！快快！好。革命的同志们，黑匪坏头头撕毁在北京达成的大联合协议，恶意造谣说，敬爱的江青首长支持黑匪的525夺权。大凤姐，来人了。同志们，开门开门开门。对于他们个小兔子，你给我闪开。我们坚决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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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能和他们搞大联合、把他扔下扔下。要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。走，要和他们血战到底，要和他们血战到底。派人来支援我们，井冈山河谷都搭起来了。洪刚，快！我要去上炮车楼报道敌人消息。王老师，你怎么还背着画架？10万火急，10万火急，
九鼎调动八个县五座跑土，准备七旗五县红旗战士们一级战备，围攻无畏，围攻无畏。北京来电特大喜讯，江青志和中央文革首长前天接见我省一派代表，对我525夺权行动坚决支持。王老师，中不中看行动，在这十万火急的时候，为了保卫红色政权，你不能再逍遥了。洪刚，我卧倒，趴下。真危险，怪不得人家骂你敲老九，无限风光再险峰嘛。小小华，哦，六州打过来的吧？不拔掉井冈山在城里的钉子，全城不得安宁。打得好，是卫东支队吗？老赵在不在？哟，原来是作战部长啊。张师傅，曹继华在吗？小曹，喊你。在啊，我正在看卢丹峰打李洪刚这出好戏呢。啊，哈哈哈哈。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？我建议马上召开作战会议。洪刚真的要打？对了，王老师，你的画夹挂花了啊。哦，半个月形势大好，这是就整个形势而言，具体落实到我们这个地区，敌情十分严重，情况万分复杂，在我们的情况复杂的不在这儿，就怕我们作战部的头头里头有人中了美人计，把作战计划给出卖了。有话直说，你不要绕弯子。哼，我说，李洪刚，你当着作战会议全体头头们，谈谈你和卢丹峰的关系，能否划清界限？否则，这次决战六中的战役，你不能指挥。曹继华，你太过分了！曹继华，这是作战会议，不是批斗大会。小马，你这么护着李洪刚干什么呀？他又不是你亲爹。你干嘛？小马，你怎么动手啊你？那就不打了。别吵了！我跟你说，要不就打你小子。动手，不打。咱们别吵了。有什么了不起？走走走走，你看他们，他动手打打人的吗？他要，咱们出去打吗？怎么着？谁怕你啊？兵临城下，团结为重，否则等于自杀。目前井冈山截击了八个县的五斗队，从三面包围了县城，东面是大江，我们无路可退了。大家说说该怎么办？直说吧。向卢丹峰投降。不错，卢丹凤的确救过我一命，但是
我可以发誓。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，为了保卫用鲜血换来的红色政权，立场坚定，永不叛变。这就是我的誓言。如果由于我和卢丹峰的关系，大家对我不信任，为了红七派8000战友的生死存亡，我愿意交出作战部副部长的才是。请大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表决。小李是好样的，干下去。对，干下去。谢谢战友们的信任。王老师。啊，王老师，作战部交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。哦，啊，我不会打枪啊。哎，不是让你打枪，你先去侦察一下井冈山在六中的火力点，你是最适合的人选。一来你过去是六中的美术教员，二来你很少参加咱们的活动，大家都认为你是逍遥派，你假装写生其实是侦察敌人的火力。这王老师要注意安全呢，这次的任务和平时不一样，你要到对方的心脏去工作。洪刚，我真有点胆怯。我是来写生的，画风景的。韩老师，要文斗，不要武斗，不要武斗。别的。呵，语录背得挺熟。语录本11页第一条，快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请客吃饭。不是做文章，不是。怎么卡壳了？看着我，快！哦，不是绘画绣花，不是。够了！这是干什么？呵，还有两把刷子。哎呀，真像啊！这还用得站齐呢？还有点本事啊！哎呦，这儿没想到你画的真不错呀，臭老有酒。你对文工武备什么态度？你们执行任务去吧，我押他上主楼审问。哼，今天饶了你。同学们，放我走吧。这是误会。误会，误会也得说清楚。背上画夹，逃离走。
又便宜了这箱子，上下够瘦的。走回去吧。老实点，要是敢耍滑头，一梭子打断你一条腿还是敢的。完了，进了猪楼就别想活着出来，即便问不出所以然，待会儿打起来那还……哦，留吧。啊，不行不行，看来他真敢开枪，那不就完了。东张西望干什么？快走吧。啊，您不认识我了？你是？您大学毕业刚分到六中教美术，头一个班就是我们呢。第一堂美术课就是画写生。辫子剪了，卢丹峰。卢丹峰。想起来了，高三团支委，现在是文工武卫广播站广播员。啊，对，我是教过你们几天美术。您真的一直在逍遥，不是来侦查的？什么地方不能画，偏偏往这儿跑？哦，哦，快一年没回学校了，挺想的。秋天是画风景的最好季节，这是色彩丰富，枫红、洋黄、碧海、大江，多美呀！枫叶已经霜，今朝更好看。王老师，我放你走。真的？真的。多么纯洁明朗的眼睛啊！哎，再过一会儿就要玉石俱焚了。卢丹峰。嗯。我听人家说，他们要来包围你们，你可要小心呐。早知道了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，怕死就不革命了。再说您还不知道吧，我们集结了八个县的兵力，已经把黑匪反包围了，打起来没他们的便宜占。哦，王老师，这张画我替你保存了，等我们井冈山人夺得政权之后，你说到哪儿画就到哪儿画吧。快走吧，您先顺着墙根往北跑，听到我的枪声后再往前跳下沟就溜走了。哦，哎，多么好的一个青年呢。是李洪刚吗？这个以前叫李乾刚，因为乾字拆开是黑金。黑暗的镜片太反动了，所以
才改成红刚，现在是红旗派的作战部长，过去是学生会主席。王老师，给我捎个信儿好吗？好啊。想念你，又恨你。把这个也给他，好吗？哎，别让人看见。谢谢你，老师。我走了。给他，别让人看见。卖报，井冈山小报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走！你们干什么？走！老师，你们凭什么绑架我？你造不造孽？你们这是非法的。我跟你说，卖报！你干什么？卖报！啊，戴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打人怎么的？老师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抬起个头子，别动我！少爷，让我自己走，别动我。小兔子，你在干什么？抓住李红刚了，我在看守。没准儿今儿后半夜就要送他上西天了。哦，兔子，就你一个人，冒着到外边弄酒去了。小兔子，快到校门口去，你妈妈带着你妹妹看你来了。我在执行任务，不能去。你去告诉我妈妈，就说小兔子连兔子毛也没丢一根。不，你妹妹叫坏蛋打伤了。啊？
谁呀？洪刚。戴风。洪刚，你快走，后半夜就要送你上西天了。这，戴风。戴风爷。洪刚。戴风爷。戴风，你。来不及了。兔子，我求求你，你敢放了李洪刚？就这一次，内奸！兔子，你还小，等你长大了，长大了，长大了也不当内奸。兔子，人的感情可复杂了，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。戴风啊，你在哪儿啊？洪刚，洪刚，你把主公的差事让给了卫东之队，谁说的？这老家伙一把胡子了还骗人。老赵，啊，你撒谎！去你的，你们的伤亡很大啊，我们嘛好歹也比你们活得够本了嘛，老婆也娶了，儿子也有了。小曹，你们得活下去，你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嗯，我们这些老家伙说什么也不能看着你们这些娃娃去送死嘛。哎，老赵头啊，嗯，让我们上吧。哎，你从这儿看，这一没老婆，二没孩子，要是真玩完了，最多就我妈哭上三天三夜也就了事儿了。可你呀，啊，猴子，猴子，马上送去广播。慢，是，嗯，这是干什么呀？最后通牒。什么？最后通牒，限令你们在15分钟之内撤退妇女儿童。你真够意思，还妇女儿童。井冈山就只剩下两个女的，洪刚，你还真够关心的啊！哎，老赵，哼，老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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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你老伴找你，嗯，你们来干什么嘛？啊，老赵，这打武斗是年轻人干的事儿，你也来参加。这为了啥嘛？为了啥？为了保卫红色政权，为了防修反修啊！我知道，我懂。可是，那强子可没长眼睛，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就忍心留下我们娘儿俩？你哭什么嘛？我还没死啊！别让人家笑话。啊！哦，妈的，笑了，啊，兔崽子！王老师怎么还没回来？他俘虏了。
司令长，有，立即向作战部报告，就说我们已经占领了井冈山外围据点，200丁炸药立刻送来。是。啊，罗丹峰带给李洪刚的信丢了没有？啊，想起来了，罗丹峰还是学校选毛选的积极分子呢。在一次讲游会上，他当场表演了急用贤学，立竿见影。立竿见影吗？就是太阳下面竖起一根杆子。嗯，你们看，就这样。从此，卢丹凤那天真纯洁的笑容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有人揭发枣子派抵制选毛选的群众运动。给。这。随便哪一段。我记不清了，我有罪。哼，谅你也不会。等等。271页第二段。红宝书只有270页。没有271页，更没有第二段。兔子，快来！给你们俩一个绝密任务，下命令吧。有一条小船划过江去了，怎么办？你马上带一个班去截断他们的退路，要一网打尽。是。三天了，跑到这儿来了。走，躲起来。妈，妈，我饿。妈，你别走开，我当碗豆腐哪儿去？记住，我们零点开始攻城，里应外合，消灭黑匪残余。是。再见。路上小心啊。哥哥，哥
哥。姚妹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我和妈找你三天了。妈呢？你妈没死呢。你跑哪儿去了？妈，你就让我去吧。去干什么？去武斗吃枪子儿，独子还不参军呢。走，快跟我回去。妈，您过去不是总告诉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？现在毛主席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，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。毛主席也没让你参加武斗。那我是用来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。你懂什么？你要武斗，我就是不让。走。妈，好妈妈。妈，晚安。看着你哥哥。这一仗，你自己给吧。啊，丹凤姐，嗯，我这回怎么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？为什么？真没准活不到几个钟头呢。姐，要是现在马上就你死，你舍得吗？我才19岁，还没活够啊。但我不怕。对，不怕。我也是不怕。只要一想到毛主席，想到无数革命先烈，就不怕了。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从头越，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，兔子，你在看什么？放开我，妈妈，别为孩子担惊受怕，放开我，妈妈！我要去和敌人搏斗拼杀，
我要做那搏击长空的雄鹰，去迎接疾风暴雨的冲刷。放开我，妈妈，别为孩子把热泪倾洒。放开我，妈妈，听战斗的号令催我出发。我要高举血染的战旗，让生命迸发出万丈光华。放开我呀，妈妈，你别为孩子担惊受怕。放开我呀，妈妈，我要去和敌人搏斗拼杀。我要做那搏击长空的雄鹰，去迎接那疾风暴雨的冲刷，去迎接那疾风暴雨的冲刷，去迎接那疾风暴雨的冲刷。放开我呀，妈妈，你别为孩子把泪倾洒。放开我呀，妈妈，听战斗的号令催我出发。我要高举鲜血染红的战旗，让生命迸发出万丈光华，让生发出万丈光华，让生命迸发出万丈光华，让生命迸发出万丈光华。曹兴华问：“你为什么还不进攻？”小马，你去通知卫东支队赵师傅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敢冲锋，我枪毙谁。是，赵师傅。我看着，李鸿刚就是有偏心。赵师傅，太不像。李鸿刚说，没有他的命令，谁要是进攻，就枪毙了谁。什么？他妈的，火力好猛啊！也不知道狗孙子们存了多少弹药。李鸿刚在哪儿？在这儿。据侦查，敌人集结了八十五纵兵团，离城只有十五里路了。李鸿刚，鸿刚，你再叫娃娃们上，不让我们工人冲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赵师傅，嗯，你来看。嗯。哦，看来你没得上了。他们在搜索兵力，
没有突围的预兆啊。这么说，他们要死守待援，里应外合吃掉我们。最可怕的是，围城的援兵提前攻城。到那个时候，丹峰啊，我可就救不了你了。倪洪刚，倪洪刚，倪洪刚，井冈山围城兵团只有十里，司令部命令，命令，命令。难道大阅兵部队在睡大觉吗？哎，洪刚，赵师傅，你回去吧。马上进攻。哎，就这么办。洪刚，我们大阅部队就井冈山给打散了。是吗？离我们只有五里路了。司令部命令。别说了。丹峰啊，我怎么办？我可要下命令进攻了，你听见了吗？小马、大齐、猴子，发信号。是。战友们，冲啊！
上了没有？没事。小马，把大机插到楼顶。是。三分队，跟我上。红刚，王老师，你还活着啊？王老师，肯定你们家祖坟找的风水好，真是福大命大，造化大呀！啊，闪开！红哥，那边上不去，还有人阻击，从断楼梯上。是，快点！哎，在哪里？红哥，楼顶上不去，曹一华叫你快去。知道了。快点，红哥，楼顶冲不上去，怎么办？想办法嘛，快！看来他们的子弹打光了。顶住！我带小马，你搞出路。又是什么鬼见着？小马，跟我来！
在哪儿啊？武器，快！不让我开枪了。呆风，呆风。活着，你看，枫叶又红了，多美呀！你收到我的信了吗？啊，没有。天亮了，太阳出来了。要是我能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，那该多好啊！一定，一定会的。那你就赶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吧，调转枪口。啊！就，不，丹峰，你。投降吧，啊！人在，阵地在，至死不投降。你，丹峰，啊！你丹峰，你怎么放开？Thank you.
丹峰让我带给你的。什么时候？昨天中午。洪刚，想念你，又恨你。你还记得咱们俩在江边那次谈话吗？我热切地盼望着胜利的那一天快到来。当狂欢之时，一切都会如愿以偿的。但是，在你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之前，没有任何个人幸福可言。赶快觉悟，反戈一击，否则我不想见到你，更不愿你在战场上死在我的枪口下。丹峰。风也飘，风也飘，风之摇，风之摇，风也不知飘何处，风之摇过这段腰，风也不知要过这段腰。相亲咫尺天涯难相诉，为何情人不相亲。为何不相亲？卢丹峰死了。六中教学大楼垮了，李洪刚总是依傍在卢丹峰的坟前，也许他在祈求他的宽恕。可惜呀，生活并没有宽恕他。两三年以后，对立派重新掌权，在斗士貔貅学习班上，有人揭发李洪刚，居然说卢丹峰是他用枪逼着跳楼的。
突然有一天宣判李洪刚死刑。兰兰，爸爸是叫阳光晃的。爸爸，叔叔阿姨是英雄吗？不是。是烈士吗？不是。那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历史。历史？对，历史的教训呢。我们回去吧。我们已经迎来了百花盛开的